传播哈，来节目呢，接近着咱的尾声。当然呢，今仔日非常感谢着咱的好朋友来咱的会议当中，用着着咱的好的词，咱的好的进行的用心表，留着新春的圣诞节最好日子。哦，咱的好朋友呢，大家以后过着咱幸福快乐的好日子啦哈。啊，感谢咱一万间的所有咱的下注团队当所长，叫着咱的下注呢，顺顺顺心，顺之如意，阖家平安，再来个淘汰棋。精彩的节目呢，即将做结圆满的结束哈，祝福大家身体健康，事事顺心，有机会我们再相逢，谢谢，拜拜。